你有最喜欢四位哪一位吗？那我到了现场没有拿到票，我站在门口我可能会哭吧，我可能会哭吧。郭雪芙奔向台东，直冲高雄 ，Double Blackpink 门票 QQ 了。等我等到最后倒数第二天的时候，都还没有拿到，但那时候我其实就是得回来台北，我心想说那算了，不要这么冒险。你本来是在哪里啊？我本来在台东。郭雪芙20号出席代言记者会，看得出来女生头上一朵乌云吗？没朝圣到 BLACKPINK 的她，迟迟等不到朋友使出门票，只能在家划大家的社群。因为我又很怕，如果她要我当天才能拿到票，那我到了现场没有拿到票，我站在门口我可能会哭吧，我可能会哭吧。所以你是本来就也有在关注他们吗？都有喜欢他们的歌。你有最喜欢四位哪一位吗 ？Lisa， 大家都爱 Lisa。有请 Lisa 真爱本，诗国。现在最想见又见不到的人是谁 ？Lisa， 不是 Lisa。那你可以跳一下 Pink Venom 吗？你会啊？哎、欸，你会、欸？哇！你有几个是你的理想型 ？Lisa， 不是 Lisa。Lisa， 我婆。Lisa 爆恋情，你会难过那种？哇哦！这个我还没想过。下一题。有看景华的 IG 吗？哦，他超疯一样。有啊，其实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也会唱 BLACKPINK。你说妈妈们，华灯小姐。对啊，就是唱唱跳跳，但没有说真的很厉害，像 MV 那样，就是随便乱跳的那种。当然还有其他人，但就我们两个特别嗨。我觉得你们在铺陈了，没有。